佛法为什么要学？因为佛法是人类内心的科学，它是人类的精髓。佛法是推动世界和平的一个良方，家和万事兴。佛法正是用人间的大爱放下自身的小爱。人间需要很多的菩萨相互帮助，需要很多的善良人与好人呐、啊，需要像菩萨一样为众生无私奉献的人。所以学佛人要做一个有益于国家的人，有益于自己家庭的人，内修纯洁，外修安静，一辈子要利益众生，这样才能实践人类精神的净土化呀。我们在烦恼的时候要经常想一想，这个烦恼一个月之后可能就没有了。我们年轻时候很多的烦恼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，要经常想一想，这个烦恼不是事实，只是暂时的，烦恼会变成无有。在烦恼的时候要想到人生如梦啊，就像我们做梦一样。其实台长告诉大家，人的一生啊，就犹如射上天空的一个弓箭一样，它没有终结的，到了一定的地方它就会掉下来。所以我们一生空茫，想一想终无所得。所以我们想一想，我们的父母亲为我们一辈子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离开我们，我们也是这样，在人间什么都得不到，最后又离开了我们的亲人。所以希望大家学佛人无欲无求，心自保，正信正念，求佛道。